接下来呢，请把这个男女，就是你先选到男，接下来推到最右边。哎，对不起，这里面有一些根本就是没有资料的，就把它给删掉，有看到吗？因为你没必要去转那些空白。好，所以请把这个后面从203开始，然后到这里，滑鼠右键移除资料行，就这些都不需要。好了，然后重新再做，从男生男，然后脱衣到最右边，然后去做转换底下的取消资料行枢纽。而且这个顺序哦，这个顺序一定排得很好，记得这个要改成这个重新命名，重新命名叫做性别。这个要重新命名叫年龄别，对，人口数，可以吗？而且它这里面请用取代值把那个空白全部都拿掉，空白确定，然后请把这个性别的空白取代值一样，这里面也有一个空白哦，变成没有任何东西，可以吗？那当然人口数啊，为了等一下我们呈现方便，你可以把人口数全部都改成整数。这个动作就是现在我做的这些动作，就是非常标准的叫做资料前处理，也就是数据清理。对，我刚做的几个动作还是跟你复习一下。首先我把总计给拿掉了，总计是多余的，拿掉，我都是用滑鼠右键。再来我是不是去把最右边根本不存在的那个空白全部都拿掉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吗？因为很奇怪的是，它的那个格子里面有每一格都塞了一个空白在那边，听得懂吗？你看不到，因为它是空白，所以你看不到，这很正常。但是你不能说它是不存在的，它就是存在。那些都有空白的那些栏，全部都先把它移除掉。移除掉之后呢，我就去做这个资料行取消资料行枢纽，可以吗？取消资料行枢纽就是从这个很长很长很多栏的直接换成什么？换成现在变成只有两栏，可以吗？这就是一个转字，部分资料行转字，取名叫做那个枢纽。好了，做完这件事情，然后改名称，再来，请把这里面空白通通都拿掉。松山区有没有空白？有。好，这个取代值空白。一个空白取代为好，确定，确实嘛，都往左边靠了一个。好了，最后整个都做完了，常用底下的关闭并载入。你看，从刚刚原本的资料，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干净而且可以画图的资料。而且我想要让你知道一下，当你在这边加这个资料，它其实因为你们如果有机会，就是我们之前在教 Excel 的时候一定会遇到，就是这个资料表格名称叫 Pivot One， 你现在在右边增加了一个，它还是会把这个当作是表格的范围延伸，就是我是不是先会有一个零，然后一，然后去做到100，就是这边就会有0到100的数字，接下来再复制贴上，是不是又产生了0到100？好，然后把这个资料排序，然后接下来我重点是复制它，复制，对不对？然后从这一格开始选到最后一格，选到这一格贴上，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像松山区男零岁，松山区女零岁的人口数，可以吗？而且一定排得刚刚好，最后一定是到100，你不可以多选一格少选一格，可以哦。那接下来剩下就是这个男
选到这一栏这一栏，然后常用底下寻找与取代，请输入男生的男，然后心字号改成男，全部取代。那当然还有女生后面接心字号，然后取代为女，全部取代，这样我们就整个做完了，可以吗？也完成了，就是这一张表，这一张表就是从1997年开始的人口数，各行政区各性别各年龄别的人口数全部都在这边。那我们快速的，这一个是1997年开始一直到2013的所有行政区性别年龄别的人口数，对不对？可是还有2014啊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再去做资料取得资料，然后这边我选新查询，从档案，然后从资料夹，因为记不记得，就是我必须要连到一个叫 People One， 哦 People 2了，确定，虽然里面只有一个档案。好，其实你点就是应该可以直接点合并并编辑了。我们赶快再把这2014年做一下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档案，然后一样看到都是正常的嘛，没有乱嘛，所以就直接点确定。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快速点两下这 People 2， 做法就跟刚刚非常类似了。所以我们就一样使用第一个资料列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为了一致性，所以干脆我们不做那个合并，我要的就是一岁、二岁、三岁、四岁这些，就跟刚刚原本之前拿到的资料是一致的。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更名叫做党名，重新命名，党名，这个叫民国年，所以重新命名民国年。那既然是民国年里面，因为它就是103，好，再接下来就是行政区，所以重新命名行政区，然后接下来就请把不是行政区的都拿掉，像总计就不是了，12个行政区确定，然后这是性别，我想也没有问题，所以只要把这个计拿掉，像这个有空白，这个没有空白，这个空白都要拿掉，取代值空白，然后取代为没有，确定，滑鼠右键取代值，把性别里面的空白拿掉，再来总计删掉，总计整个移除掉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先整个转整个去做转换底下的取消资料行数，我们再把这里面有合计的拿掉，就是这个有合计的都拿掉，确定，对不对？我要松山区零岁多少人，这是不是就跟刚刚那个就非常像了，所以就直接常用底下关闭定载入啊，对，我忘记把最后两个名字改掉，记不记得这个叫年龄，这个叫值，对不起，补做一下，
这个是年龄，年龄，这个叫做人口数，人口数，记得要选择什么整数。好，所以记得这个叫做取代值，把空白给拿掉。还有记不记得我刚排的顺序，党名、民国年、行政区，然后放的是什么性别，然后放的是人口数，然后年龄别，对吧？所以为了方便起见，所以干脆把它移动到最结尾，这样就一致了。所以我只是为了不要让很多人有错觉，好，所以这个有这个税这个字哦，他就懂它是文字了。可是没有这个税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老师这边是不是应该改成是一二三？”错，还是要把它改成 A B C。听得懂意思哦？学号不是数字。接下来就简单的，只是把它全卷复制贴到这个下面，这样知道哦。这个是2014Y， 对吧？这个是2013年之前的，就是1987，是不是？到2013Y。好，1997。